中国会刻意中国はわざと国内で日本の行為を大げさに報じているだけです。就是没有必要去太过于非難する必要はなく、深刻なことだとは思っていません。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味もより良くてシャリも美味しい。注目されているのが。你连你那儿生的种你都忘了，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呀？忘了祖宗八辈的焦驴，你日你妈！魚の輸入が少ないから、みんな並んで必死に食べに来るの。え、ちにちばね。処理水のことでしょう。安心して食べます。品質がいいから。这两个女子真的刷新了我的三观。你没有钱去日本吃核污染的海鲜，我没有异议。但是你们说那些昧良心的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什么叫丑话？四日13时，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值得注意的是，在核污水进入大海后，海水呈现出两种颜色。据日本东电公司发布的消息，今天的核污染水排放量预计为200至210吨，每天的排放情况将在次日公布。浑身抽搐，大脑神经坏死，身体弯弓高叫，犹如贞子附体一样。然而只有死亡才是他们最大的解脱。这就是发生在1956年日本神宇病事件，曾经它被称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在当时日本神宇湾附近，无数的村民都患上了这种怪病，并且超过50000只猫集体跳海自杀。然而人在患上这种怪病后表现的症状却极其恐怖，他们像是被贞子附身一样。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女子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抖动，目光呆滞，整个人看上去如有丧尸一般。等到后期，这种症状会越来越严重，出现精神失常异常的兴奋。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女子的行为举止都极其的怪异，和电影中的丧尸差不多。然而在这次事件中，超过1000人不幸感染这种怪病，其中还有不少儿童。最为可悲的是，在对此事件调查的时候，日本政府却试图掩盖真相，甚至采用暴力手段阻挠调查，直到1968年才公布真相。在1956年4月的一天，位于水俣湾入江村院并没有在意，可接下来在水俣湾附近的村子里出现了大批相同症状的病人，浑身抽搐，口吐白沫，身体完全不受控制，身体弯弓高叫，整个人看上去犹如丧尸，极其的痛苦难受。当时水俣湾的细川院长以为当地爆发来了传染病，就将这些病人进行集中隔离，并且对水俣湾进行全面消毒。可惜结果让他失望，患病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成倍的增加。当时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此时在水俣湾的动物也出现了异常，患上这种怪病的猫都会出现和人一样的状况，行走困难，浑身抽搐，甚至到了后期，不少患病的猫都跳海死去，它们被称为自杀猫。据后来统计，当时在水俣湾附近，超过50000只猫跳海自杀。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细川院长将该情况向上级汇报。后来在对患病的人群调查后，发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生活在沿海地区。此时细川院长怀疑是水质出现了问题，并且组织调查小组前往实地观察。然而在调查人员赶到水俣湾后，眼前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海面上全部都是已经死亡的鱼虾，散发出一股恶臭。在对附近的海水抽样化验后，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水中多种重金属严重超标，其中汞含量超出了50倍。汞在水中被水生物食用后会转化成甲基汞，这种剧毒物质只要几克就可以置人于死命。然而在人体摄入过量的甲基汞后，会侵害脑部和身体器官，进入脑部的甲基汞会使脑萎缩，侵害神经细胞，破坏掌握身体平衡的小脑和知觉系统。然而导致水俣湾海水汞含量超标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附近的制塑氮肥公司。然而这家公司在当地地位非同一般，可谓是水俣湾的经济支柱，并且细川院长的所在的医院也是这家公司名下。制塑公司给水俣市提供了1/3的就业岗位，水俣市人人和制塑公司有关都毫不为过。然而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制塑公司所属的财团还和日本天皇沾亲带故，
所以凭借着这样的优势，质素公司肆无忌惮地向水域湾排放工业废水。然而在对这家工厂调查的时候，却受到了百般阻扰。后来细川院长和调查组开始秘密调查，发现每千克鱼肉中的汞含量高达50毫克，是正常海鱼的近20倍。只要食用1000克这样的鱼肉，人就会出现行走困难、浑身抽搐的症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细川将搜集到的所有证据交给日本政府，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因为质素公司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当地政府将这些证据全部没收毁掉，最后细川一怒之下辞去了院长职务，一直等到1968年，当地再次感染这种怪病，导致上千人死亡，这才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并且承认是质素公司排污导致。然而那些受害者一直等到1973年，质素公司才向每位受害者赔偿1600万到1800万日元。关于水俣病患者的赔偿，整整拖到了2004年才基本完成发放，而此时上万的病患已经离世了。此事件也被称为水俣病事件，当时在全球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水俣病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更可悲的是，由于甲基汞污染，水俣湾的鱼虾不能再捕捞食用，当地渔民的生活失去了依赖，很多家庭陷于贫困之中。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却仍没有吸取当年的教训，反而肆无忌惮地向大西洋排放核废水。不知道您在看完后有何感想呢？不妨在视频下面留言讨论。